估下呢碟饭几钱？40蚊、50蚊？错啦，连埋嘢饮先至33蚊咋。所以开铺到收铺都 keep 住有人排队。我差唔多一个礼拜，你最低限度有4、5次，差唔多我啲做，我都话我饭烫你啦。系啊，因为特别一个人，你买33蚊，冇话30蚊嘢你都煮唔到，系咪先？你喺街市买餸噶，你买菠菜、买啲肉煮唔到，同埋佢呢度有好多种餸俾你拣。呢间食物乜嗰啲味道咧就好好多，因为点解咧？唔同其他嗰啲茶餐厅咧，有啲味精啊、鸡粉啊，同埋咧就好多其他搭落去嘅嘢，同埋佢嗰啲嘢比较新鲜。咁啊，食咗落去咧唔會口渴，價錢唔使講啦，絕對係 OK 啦，33蚊兩個餸，你喺香港而家今時今日，你喺邊度揾嘅啫？嚇，仲要茶餐廳嗰啲，你食個早餐都仲貴過佢。呢個價錢同呢個分量，的確好有驚喜。你嘅做生意方針都係薄利多銷嘅，所以咪平啲，諗住即係可以惠顧到唔同嘅需要嘅人咯。唔係，我自己都中意食呢只咁嘅款式嘅，因為可以多款式揀啊嘛，跟住又唔會太貴，咁就可以即係多數人都可以食到咯。客人好廣啊，嗱有學生啦、老人家啦、OL 啦，就地盤啦，唔同嘅工種都會有嘅。但我經常咧都係問街坊啲意見啊，啲味道冇變啊，或者仲有咩新嘅菜式啊，大家交流啊，一定要佢哋嚟幫襯我先可以做得到，如果唔係就得噶。一日有40几款，因为客人多，流量快，嘢食热辣辣。最受欢迎是梅菜扣肉，虽然不算超腍，但都几入味，送饭一流。还有咕噜肉、蒸鱼、鱼香茄子，肉饼有7厘米咁厚，调味啱啱好，不会好咸，多啲汁就好了。另外推介辣子鸡，少少似鸡煲嗰种味，好嘢味。每个饭都送饮品或者汤，加一款都是加多8蚊，唔怪得每日长时间都咁多人排队啦。То я с ними поборюсь тоже своей музыкой.